中华民国112年4月12号星期三，好，这个今天的直播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哈，有直播了。今天很重要，今天是我们的Fendi 老师跟 Chanel 老师跟 Gucci 老师三个，我们抓沙界的精品，抓沙界的精品。其实上次我们抓沙的这个协会的创办人哦，我们的老师来的时候，千阳抓沙，对不对？哦，我就记得老师来的时候，杨老师还有我们的他的首席大弟子天方乐堂，我现在才知道他是天方乐堂哦，天方乐堂的堂长也是他的首席弟子婉婷，但是今天婉玲，对不起，婉玲哦，但是今天来了一个更美的李多慧，哎，我们千阳李多慧，这个李银针，不要看这么美的美女哦。纤纤玉手哦，竟然是我们的传承，对不对？对，他是我们千阳老师千阳协会的创办人哦，老师杨老师的女儿，对不对？千金，超美的，请大家一定要来看。哎，真的是不讲哦，感觉大家以为是你知道韩团实习生出道了，真的是太美，所以他也是跟着你学，从小时候吗？从小在家里就耳濡目染嘛，然后潜移默化。真的啊、国中就开始叫他要抓我这样。真的，要是我会国中就把他送到韩国了。对，好，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今天可能还有人不认识鼎鼎大名的抓沙界的三位代表，精品代表哦。然后我们待会呢也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6点的成果展哦。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就被这三只千万级的手来抓过，你知道，被他抚摸过。好，我们先请我们的会长。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 ，Hello， 我是千阳团队的创始人杨淑慧老师。老师好，来隔壁的这位天方乐堂堂主，大家好，我是婉玲老师。我就是被婉玲老师哈整个大整修一次。好，来我们千阳李多慧来介绍一下。OK， 大家好，我是千阳抓沙团队的陈银针。银针，好，这个大美女。好，老师今天哈，因为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再请老师来，因为其实上次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气虚，一个氧不足，对不对？就感觉到生命危在旦夕了。那我们为了要续命，所以呢，我们决定用肥水不落外人田，就动用了一切的资源，请老师再来一次。所以我们六点的时候呢，就有三位哦，都已经来了。待会有一个最压轴的，我们直播会介绍，就是现场示范的活体示范。那位活体，等一下再介绍给大家。现在我要川地，来，我们的有男众，这次有男生，他是李多慧，你帮他抓的，对不对？是银针帮他抓的。对，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标题其实应该要定，就是我们的直播应该叫做抓出一片美丽人生，对不对？健康人生。对对对。后来他说他比较想抓出一片田，就是产条啊，他想赚钱。你在哪里？应该不会被黄标吧？好，过来，不会，过来这边，就是说他是抓哪一边？哦，两边。对对对，你看。好，我们的洛基，你要侧面，侧面嘛，好，这看得到吗？看不到，看不到，你要蹲着。哦，蹲着。对对对对对对，差不多这样子。好，还是镜头在这边。你的麦克风挡。这样镜头，哎、欸，要老师你的位置。对对对，老师你的位置坐来这边好了。你帮他调整。好，好，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控音的川地，他的脖子是不是？侧面，头发撩高一点，马尾绑高一点。斜的，斜的。好，斜的。哦，对对对，这边倾斜，这边弯，这边比较倾斜。没人给他摸一下，没关系。看不到，你要左肩，对，好，垂下来，垂下来，来，我来。解释一下，老师来，你给他压下，哎，对，这样子才看得到。好，有，这样很清楚。有吗？看得到了吗？深蹲的部分有练。OK， 深蹲一下，好，这里几条，对，他是怎么样？他的状况是？他是肝火旺盛，然后睡眠不足嘛。没错，他毕竟就比较旺，对，气血方刚的年纪，所以他是只是睡不好而已。然后呢，他的沙有点浮肿，所以他容易气肿。哦，容易气肿是不是？那就是气少生一点就比较好。他说他该抓气少生一点吗？少生气啊，少生气，干嘛这样穿电影？不要这样，看到我就生气嘛。都是刚抓的样子。哦，他刚抓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对对对，他有一点退咯。对对对，其实可以看得到他刚抓完，哎，就是好整齐耶。
就是为什么它的那个痕感觉很整齐？银针五种，对不对？对对对，为什么肿？然后很清楚的一条一条，好像画出来的。那我们就是有。有什么？有规律？它有影集，我以为它有影集嘞。抓沙是没有没有，有一个系统，然后有规律的抓法。好，那这个是第一号，对不对？好，待会直播翻翻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就上次说他江太，你也可以人家看啊。我可以对，但因为我要讲话。好，那我们现在呢？那个川弟，好，就是以后希望你就说气血不要那么生气了。好 ，OK， 好，你就可以抓出一片。田桥出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首席活体试验就是小天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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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场，我们有红地毯欢迎，一路从他停车坪一路到这，你没有给人家看一下，你先看一下脸。你要坐在这个，你坐进来，小天后来了。今天衣服为什么？小天后来，今天的衣服为什么那么宽松？我一定要讲一下，我就跟他讲说，你今天要当我们的首席 model， 拜托你穿宽松一点。他就给我穿一个，也不知道是他发福还是怎么样，就很紧，拉不下来。我只好当众换衣，你知道？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到这件这么宽松的衣服就是我的。那但是我就牺牲了，我就必须穿他的一个很土的衣服。哦，所以你是跟他互换的？对。难道老师你没有发觉我们今天风格有一点不搭吗？想到你今天老师帮我做这里，对，丑丑的。对对对，我们这边继续抓，老师做。好，来，今天呢，对，老师待会，老师你待会也要帮他抓一下哈，那手法，我抓他，对。好，那因为现在呢，小天后呢就开始呢当我们的这个，我要看他会不会尖叫啊！哈，他。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充满着一种血，你知道一种血色，对，血色，继续抓，你要继续抓。好，我们今天的模特首席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最近因为他体重回复了，然后一个月大概签了6栋，签约签到手很痛啊，所以他今天要来当我们的这个 model， 看看可不可以解除他签约那个一直签他那么多户的手背，抓一抓，手背也要抓一抓啊，他那个手臂是签约手啊，老师，因为还有很多。很多都要签，他要跨到豪宅，然后那台中的这个千阳抓沙团队呢，今天又不真的叫百忙之中哦，抽空来，因为他们的预约其实是非常满的，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直播可以看得到这位他的传人哦，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银针，他在帮小天后抓头，然后其实我听得到唰唰唰的声音哇，是他头发没洗吗？是这样，很粗是我们用速力加热力，所以要一个速度哦，速度对，然后从他的让他的头部的血管，让他血管可以循环的更好哦，对，因为他把气从他这个百会的头顶出来。那他因为他他有去染发，染发现在褪色，他想问一下说怎么样可以让他头发乌黑？只要沙抓干净，其实就不太会有白头发。抓头的部分，老师是什么？很痛哦！哎呦，手也是抓头是要让头部的循环好一点，好一点，对不对？对，像一些杂气啊，就让这个百会窜出来。好，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因为老师待会那个我们天方乐堂的堂主也要告诉我们怎么示范，不用医美就抓脸，抓脸。我要。其实这个很棒，因为这三位堪称是我们的抓沙的精品哦。一个穿 Chanel， 一个穿 Gucci， 一个穿 Fendi 哦，一个穿 LV。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帮助你自己的健康，哇我妈会不会以为我是不是被打啊？妈妈一定要来，因为妈妈离台中很近。陈明月，你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手臂抓的是什么？就是酸痛，是不是？对，手臂我们侧过来了，他的肌肉跟肌腱，他很好认，因为他手臂超粗，可以让大家看到一条一条。白吗？不是因为比较白哦，很白，而且我这件衣服充分可以衬托他的手臂。也是一个可以看出什么？老师，你要大叫吗？哦，天哪！结果也没有大叫啊，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吧？有很痛，手比较痛，我非常痛。现在是因为酸痛，其实他那个透过他的手的酸痛是什么？老师，手臂因为他肌肉容易有乳酸去堆积。那个小天后，麻烦你侧面那一大片的手臂，一大片的手臂给大家看一下。哇，对，这个可以看得到。
一抓就是出来耶。这个跟我们之前已经有介绍过，老师就是说抓沙跟刮沙的不同。对，好，对，来，你看抓沙，我们就是徒手抓。老师可以大声一点哈，哈。我们就是徒手抓沙，那刮沙呢，要透过器皿去刮。对，刮沙的方向是由上往下。嗯嗯嗯，那个气呀，还有水都被我们往下赶。赶到底，对，赶到小腿啦。所以你抓完沙，当下你沙出来的地方，你刮完你会舒服，可是你隔天你那个气肿啊，那个气还在你的脚，沉在下面，对，所以你还会觉得说好像还不是那么通畅。对对对，那我看到抓沙都是横着推吗？还是说不一定？也要直的，也要直的，要看方。长沙是最难抓的。什么叫长沙？就是你的背的沙，从腰到你的肩膀，从这里这样。我以为是湖南长沙人最难抓，不是，就从这边抓上会长的。对哦，那看还是可。可以啊，因为老师，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小天后，你的右颈给大家看一下，右颈，对对对对对，这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对，可以看得到一条一条，近一点，这样抓是不是很舒服？哇哦，这个背也有，对，痛，对，是那种痛，其实是还好。你们都穿这样给客户看，就说拜托，你们不要再杀价了，再不签给我，就会这样对我。我都已经杀痕累累的，你们还杀价吗？抓完脸，抓他的脸，那换好好好，抓来换谁？哎哎哎，你要坐那边啊？没有记录式的，等一下抓脸啊！你不要跑啊！抓脸，你敢吗？你敢他黑眼圈嘛？他就是黑眼圈。先抓他好了，先抓。好好好，我们先哎，你知道天方乐堂的堂主他是没有化妆哦，完全素颜哦，哎，他三位都没有。对，好，你不要走，你待会要抓黑眼圈，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老师你说抓是提升什么？脸部的近视，近视啊，近视，没有侵入式的整形，真的。你要抓脸的话，你不能从这个地方抓回去，就是颧骨，颧骨从里从鼻翼隔壁往外，好，从内往外这样子这样抓。可是那样子血痕出来，我们等下回去不就有一点像是像猫抓的一样，猫抓的。脸会脸是紧实是不是？对。那他刚刚小天后，因为他是要抓黑眼圈，可以吗？可以，可以哦。你说眼袋也可以哦。可以。哇，因为你没有眼袋，所以我要把它抓苹果肌。哇，苹果肌，就怕你不抓而已。哎，我要抓百香果肌。你们大家猜猜婉玲老师几岁了？哦，我老哎，我刚才正要讲哎，老师你几岁？你说你学几岁？哈，我60岁了。哇，哎，这真的。靠北出来抓脸，抓脸哦，拉提吗？嗯，然后精油又很好，就会提亮。我们没有保养品，我们保养品就是我们的油。那老师，你刚才曾经说你怎么选精油，对不对？哈，因为这个精油要可以抓身体，也可以抓脸，它毕竟不是一般的，我们可能不太会。马上那个法令纹就你这样抓抓抓抓抓就上去，是是，两边对比，对不对？你先给他抓一边，哦，来看一下。哦哦，有点红出来了。那这红是什么？可是你看，那个也是沙啊，也是脸也有沙。我告诉你，这个抓完马上紧实，紧了。对，因为我们常常抓客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可以被抓，我们不想要动刀。老师，你不要帮太多人抓了，我们紧就好了。回家就。我们自己要紧呢。哎呀，不会，到时候每个客人看了这个节目都叫我们要被他抓脸呢、欸。真的，对，因为有很多客人好强哦，客人抓脸，我们很多。我跟你讲，我觉得太实际了，因为婉玲老师这个乐堂堂主来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他说他等一下抓脸，所以我看着他就是什么妆都没有，连保养品都没有，所以就是非常清楚的可以呈现说差在哪里。待会要对比，对不对？其实这完全就是一个物理运动，挡住镜头，它是没有任何的，已经没有挡你的背挡住了，没关系，反正老师的背也是一个，说衣服也蛮好看的，无所谓。待会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哎，老师这个脸抓会不会有人怕说他会松弛？不可能，就是抓的，绝对不可能。他是怕说他的脸不好看而已啊，对，会怕就是怕红，而且也是红，而且为什么脸的沙不会抓出血痕？如果血痕，我们就有点怕，有点像会啊，手下留情啊，因为他常抓的他。沙也比较干净，你如果第一次定也很红，第一次对沙是会越小天后，小天后因为没关系，他今天下班了，你沙是会越抓越干净。来来来来，我靠脸吃饭，你没有靠脸，你过来。我这几天你是靠背，他是靠背影吃饭，无所谓，他都戴着全罩式安全帽介绍房子，所以这个没有关系，口罩就不用那么害羞了。是那。哎，为什么？那银珍，你讲一下，就是一般人都会想说，啊，他去什么上班什么？你怎么会觉得就是说要跟着妈妈学这个，然后要接下他的这个金手指衣钵呢？
因为一来是传承，二来是我这样从小看着妈妈她这样抓客人，客人都是带着感谢的心，因为她健康一辈子都很健康，她的客人几乎都没什么生病，因为抽血健康检查也都是没什么红字的。对，但是你们不可以指定，就是说要千阳老师来抓，这犯规。就所以说，好，待会我们直播继续，大家可以看得。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的抓杀协会千阳协会的会长哦，我们的杨老师，还有他的弟子也是他的千金，非常漂亮的银针，还有他的现在在帮小天后插的是我们天方乐堂的堂主哦，而且老师说他是本来是算命，后来学了抓杀以后就开始职业了。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来的时候老师刚刚有示范，就是杨老师有帮婉玲老师抓他的脸，对不对？所以其实自己可不可以抓？可以抓脸，自己也可以抓啊，因为你要有这种油哦，要有这个油哦，油老师重点是这个油。那你们怎么判断这个油？哦，你看他的脸就出现了这个了，出现了就是肾脆配。哎，我跟你讲，我马上抓脸，还要拉到这边来。哎，不要拉太多啦，这样他比我美。瓜子脸了，会，双下巴会不见啊。他本来是他本来是仙桃脸呢，不要把它变向日葵瓜子哦，不行哦。我觉得老师，你觉得差不多长这样就好了，不要再给他美了，这样 OK。哎，真的，您的。你那个脸真的肾脆配，真的吗？没有没有，我们要到他，可是这个退很快，因为我刚刚也有抓，我刚刚也有抓，对，退的很快，对，对。老师，他的脸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得出来问题，对，你看得出他的问题啊，就是脸相，因为毕竟堂主抓了这么多人，先跟我讲就好。小小声先跟我，麻烦你先对，这个、脸很好，这个福气，这个业绩我是看肚子吗？不是看脸，你看这种人看讨喜，哦，讨喜啦，非常讨喜，真的很好。而且你这个是值得信任的哦，他抓得出信任哦，对，这个也太，你看真的高呆的，说这个脸不让人家信任哦，脸就变瓜子脸了哦，让他代谢。我觉得这个脸不让人家信任，也真的，我是很怕这照片流出去，没有很淡很淡，非常淡，但是我年纪比较大，所以我要请我老师这个下重手一点，老师来，你拿手术刀出来，吃不及的来了。我现在整个脸有一点就是毁的感觉，全毁。老师来解释，老师来，好，我现在只让你粉红色而已。哦，只让它粉红色哦。对，明天人家都不会。手下留情啊！你是第一次抓吗？对，他已经好几次抓了。对他抓很多次，而且你的那个只是感觉不是很，只是红。对对，只是红而已。这个可以知道说，第一年轻嘛，第二。它里面都是真材实料的，对，因为我们有抓，不小心鼻子。老师，你有抓过打了那个的怎么办嘞？就微整啦。微整的可以抓吗？可以啊，因为他失败啦。失败了，姜太先生看看是不是？我没有，我待会也可以抓，为什么？因为老师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就打玻尿酸，然后就没有被没有哦，对对对，凹凹凸凸、歪歪的，对对，或是去有那个做什么肉毒。哎，埋什么？埋线？埋线？对，哦，也就是说有很多失败的人找你来整复啊。对，疫情期间因为又戴了口罩啊，是，他其实比较在意，就是他不想，他想一直戴着口罩。那因为现在大家不戴口罩，他不得已一定要来。对，对，好，那你正面给人家看一下有什么关系？真材实料的意思。老师说你的肉都是扎实的，没有，我原装的。对对对，那这有好骄傲吗？就那肉很难消，你知不知道？意思那肚子等下再抓一下吧。好。他们两个人，当然他的胶原蛋白多嘛，年轻。老师，老师很多啦。老师，你知道吗？这证明一个什么？他吃素也是有胶原蛋白，植物胶原蛋白还是很多。没有胶原蛋白跟年轻年纪有关。你看这个不是又更、哦、更胶原？对啊。那我等一下去会不会说我一滴都没了？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姜太很漂亮哎、欸。啊、哦，而且上次老师来说戴着口罩看不出全貌。啊、我本来都会觉得老师 是好人，对，要尊重，对，让我觉得老师有点业务了。油了，老师太油了。老师的油是什么？我本来上次是戴着口罩，然后上次又缺氧嘛。缺
气不足啦。有上次也是缺氧，又对。那老师今天就一直找说主持人在哪里。对，没有。我今天为什么一直不入镜？因为我的衣服给他穿呐、啊。他那么丑的衣服给我穿。今天用的是柠檬草的味道啊，柠檬草。对，老师，这个精油是说它的味道品种有关，还是说只要它是油脂很好的精油都可以爱？精油我们分开两种来讲，像这个是单方精油，然后这个是有加了植物油的油啊。我们讲好比较好按摩，因为它你不要对油性，它有脂肪酸嘛，所以它可以包覆这个精油，因为精油是一种气体，是气体，它是就是不溶于水，它是气体哦，它不是油体，它不是油，它也不是液体，它是气体，气体，所以你在擦抹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大概有三层或四层它就被空气挥发了。Oh. 那我们在嗅息或是我们在擦的时候呢，其实很快它很快就会从我们的呼吸就跟着我们的呼吸就代谢出去了。Oh. 所以精油是这样，是气体，所以所谓的芳香疗法只能就是嗅息。是好的精油啊，然后你就是这样嗅息效果就很好了。那因为这次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大家可以来上课，对不对？对。那大概我们银针大概是课程是在台北终于开了，很多人都是想要到台中就觉得很远，现在听到北部需要抓出幸福的人的呼唤，所以你们现在有在台北开课。对，开课了。这个月的怎么在有说明会吗？什么的？说明会接下来的说明会是在六月份。嗯，对对对。但是五月会来有一个实作让大家体验的，是不是？哦，五月八号，就是、我们会五月八号跟二十二号我们会北上开始，就是进行帮大家抓沙、啊，所以有需要可以报名。要报名，人数有限，人数真的有限，对对。但是你知道我的前后不要排太多人，OK， 好，因为没有问题。对，因为我怕他们，你知道有那个就是觉得说啊，要来看我抓或者是等什么感觉、哦，你知道。所以就五月八号跟二十二号，对不对？那他报名是直接到你们协会报名吗？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官方账号的名字叫什么？官方的 LINE 对、哦，小老鼠。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然后 SHEEP1225。还真难啊，就羊英文羊，然后12月25日、哦，耶稣诞生的日子，是是是，圣诞节啊，因为是牵羊嘛，小老鼠 sheep 对不对啊、哦？然后呢，1225，我这样就懂了，牵羊。老师那时候有说，他的宗旨就是要把一只对人生迷茫、对健康迷茫的羊都给他抓回来，凑满1000只就对了。对，凑满1000只不是他抓的人的1000只，只要超过，是希望可以跟他学，对，对不对？为什么希望把这个基因传下来？因为会抓杀的手太少，然后要被抓杀的人太多。嗯，那我以前哈要教一个学生教到会哈，都要大概要一年，他才可以入门，是不是？才可以收费，收费。以前我比较严格、哦，因为我觉得你一定要会抓，真正的帮助这个人。那后来呢，经过了20年了，他都20年了。嗯，我的想法改变了，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动得很快。很多很多人来咨询，他想要跟我学抓杀。他说：“老师，我什么时候可以步入职场？”哦，对，就是希望借由这个可以就业，嗯、对不对？然后我可以在一个月，嗯、哦，我可以上完一堂课，我就可以去赚钱了嘛。嗯，那我听到这样，其实我有点。啊，我们今天要抓出一片美丽人生哦。那因为我也有刚有被抓过，我就觉得说，因为他其实这个你的身体的反应是很诚实的，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哪里不好。对对对对，也可以看出一些浮水印，告诉你的身体的密码是什么哈。好，老师，你刚才说协会就是希望把这个技术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其实我是很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些人他自己不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在公司行号上班的话，他如果有这样的技术，他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他的第二份工作？对，他可以有第二专长了、嗯。那如果说你想要有兼职的也可以，对，或者是你现在失业待业不知道做什么，对，或是你不管你是上班族或不上班族都可以，上班族你也可以假日来兼差做，嗯嗯，然后非上班族的话，那这个更好了，因为时间太自由了，对，你可能一个早上去约两个客人，是啊，或者一个下午两个、啊、三个，对，或者你真的有在上班，你晚上你还可以接一个，嗯、对，而且刚才我听到那个银针他的收入，对不对？哇，我看他大概在2年就财富自由了吧？他现在就财富自由。哎、欸，你跟妈妈学多久？你跟妈妈学多久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当职业了？我
其实做这个，我其实很蛮快就学会了，但是我没有马上去抓客人，嗯，因为就是身为老师的女儿，真的很怕给妈妈落亏，所以我就是会跟着她去抓她的客人，嗯嗯嗯，去累积我的经验后，是才开始接客人这样，哦哦哦，对，那她同时也是美容师啊，哦，双份工作，啊，对啦，美容师副业，因为妈妈曾经也是美容师，所以我就从小看着看着就会了。美容师是做哪一方面的？脸部护啊，也是脸部吗，嗯？哇，难怪那么美哈，哦。然后妈妈也是皮肤都没有保养哎，哦，都是完全天然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样子的话，像婉玲的话，就是你抓了，你大概也是一开始就学，对不对？哎，对，你也是学了以后，那带婉玲，你是多久以后才开始就自己可以帮客人？我应该是学了半年，那我不一样，我每天，哦，我每天都是在练习，每天每三天紧紧的跟着，每天都是找我，每三天一定给老师抓，每天都在老师家出现，因为为什么？我除了要学，我一定要看，那看我不能看老师的客人，是我都带我的朋友，每天带了每天六个。对，然后我抓得很累，他说老师我排最后一个，对，我几点可以抓，是，所以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可以帮大家工作的，对不对？那你刚才有风友问到说，像有些疾病他其实很希望就是舒缓治疗，或者说可以有一点点不要这么仰重药物，那可以抓上吗？例如糖尿病，糖尿病可以，一定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多数的个案当中十个七个都有糖尿病基因，他20岁或30岁来抓，我就可以判定他有糖尿病的遗传。哎，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还是任何疾病先给医生检查啊，我们这个只是作为一种和缓的附件，保健好了，辅助医学，辅助，对对对对。那老师他们抓的话是怎么样的？我是建议说，你有糖尿病基因的话，我都会跟个案跟他们说，你可以延后发生。哦，如果说你的血液里面有50%的遗传，你这一辈子你一定会得到糖尿病。哦，那是你上一代传承给你的嘛，对不对？那如果假设你是40岁要得到，还是50岁，甚至你70岁、80岁再得到？对啊。假设你100岁才得到，你根本活不到那个时候嘛。就成仙的前一天得到就好了。所以就是差不多活到91岁的时候。我常说遗传病可以延后发生啊，对，你如何让它延后发生？你让你的身体的毒多出来一点，对，不要让那么多毒素在你的体内嘛。嗯，那我们抓杀就是在捞你的毒哦。那其实人体的毒是排又产生又产生，当然啦，因为对你以毒共存呐，啊，嗯，对，因为你吃五谷杂粮嘛，你吸空气嘛，你看连灯啊、电啊、脏电，这个都是有脏电。哎，欸，那个真的，对，有些电是脏的，不是，是脏电是一个名词哦。这个脏电就光是有致癌物质啊。哦吼，嗯，哦吼，以前呢，啊，就是我在25岁的时候，我抓痧，嗯，我抓痧居然长茧，我想说啊，我做美容要帮人家按摩，我手长茧怎么办？啊，哦，然后我就想啊，我那时候是用婴儿油去抓痧，嗯，对，所以我就想，嗯，但不行，我要去了解。要透过怎样的媒介来抓痧才可以让我的手不长茧，手不受伤？对，所以我就去静宜大学上课，嗯，然后我一上了这个化妆品系，还有应用化学，还有精油课程，一上了好几年，就假日班，然后我上了以后就有机会，然后了解，对，就可以取得比较纯植萃的这些精油。哦，难怪老师你的手给大家看一下，手不漂亮，因为你知道吗？没有茧呢，你抓这么久了，对不对？对，你的手都是很白嫩，为什么都没有茧？一样，嗯，因为按摩它是下压，而且刚刚你们有问我们，就是说力气，那个气，好像很多按摩师好像气血循环都不好，对，那个气色不好。对对对，我要讲就是说他们呼吸都不顺。因为很多人在用力的时候呢，他是憋气的，嗯，其实不对，嗯，你看有一些工人啊，他搬东西的时候，他会，他会先叫一声，先把气，对，然后屁股，他先运功一下。就是说，像我们抓沙师是有氧运动，嗯，我们边抓沙可以跟你边聊天，对啊，对啊，一边训斥。我们在说明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抓师最爱说：“你猜我几岁？你猜我几岁？”对对对，因为我们抓师都很年轻，因为就是做这样的有氧运动嘛。你看现在去做运动，重训要多少费用？是一个小时应该要1000，我太太可能要2000哦。嗯，对，我要2000多。你像你刚才有讲到说，其实是气不顺，嗯，对，这就是呼吸，对，对不对？那你气不顺，你当然就会气糟啊。嗯，对不对？哦，糟糕的糟嘛，气糟嘛，你杂气就乱窜呐，啊，嗯，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当然那个气色就不好。
欸，的确有时候人家会说你今天就算你今天化妆看起来还是衰衰的，还有啊脏脏的，你心情不好，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气也不好啊，一样啊，叹气不会排毒哦，叹气反而会累积毒素。会，你知道我们的那个肾上腺素会分泌一种压力荷尔蒙，那个叫死亡荷尔蒙。哦、oh. ，对，所以不要生气。你看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 oh. 都不能太大过。哦，惊也不可以 ，surprise， 你突然吓到也不行哦。不是，你惊喜可以啊，惊吓惊吓就不行啦，惊吓就中风啦。Oh. 小天后，你赶快把衣服穿起来，不要再吓人了。你这样骑到外面去，然后人家会那个、哦欸、蛇形哦。看姜太跟他讲话聊天。其实就是我们很轻松的、哦，就是有气吗？有一股浊、啊，就是会让大家都很喜乐啊！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那我要不要收费？就是说，反正现在收听我们节目，你有听到？所以我跟你带单楼啊！啊、哦，哎，单楼来，老师来一下哦！我们刚才吃到这个哦，不用特别广告，好，就是从台中，对他那个太阳饼好重哦。每一个大概都四五两，哎，就是真材实料。我很少吃到这么重的，然后咬下去都是麦芽，很甜，甜可很好吃，可是不会腻，对不对？超好吃，我才不会给你们嘞，哈。我决定要独享。那你不一定会想到、啊、直播继续啊、哦，因为我现在要由我来当本身示范，就是我是采取了一种很怪异的姿势，就是老师说，我妈妈有，因为就用我来最准嘛，对不对？老师，你刚才说我们这里面你抓过以后都很幸福，没有糖尿病的基因吗？对啊。好，但是我发觉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给老师抓，就是因为声音会有点斜。声音是不是会有一点斜？哎、欸，我不会刺痛、欸，我把你那个苹果肌要抓出来啊！苹、哦、果肌还对我觉得是有一点好像嘎啦嘎啦的感觉。你看，这是有有对对对，这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是这边的骨头会掉下来，因为我们会掉下来。哇，变肉哎，还肌肉是哦，我们的肌肉会减少，是我们这个骨头就掉下来了，撑不上来。对对对，难怪我就觉得那老师那是掉下来是皮还是骨骼？骨哇，皮只是表皮，肌肉上来了，肌肉主要是靠骨骼在撑嘛，撑着，对啊，对，所以骨骼会松哦。医美的医生都说啊，你这个就土石流啊，崩了吗？你没有哦，我已经是有一点斑还没有。老师一直说五年一班就好，老师觉得我是五年九班的，有点沮丧。我本来想假装我是六年九班，没有，显然没有办法了。你说五年级生、啊，我说五年级生，老师就自动把它延到最后一年。最后一年，对，好，老师，像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学了以后可以在家做吗？可以啊，可以。我现在抓这个耳朵哦，好热哦，对，好热，好热。我说像内耳半规管平衡啊， uh-huh. 比如说梅尔尼氏症的啊，哦，这边就会。耳朵哇，松超痛的哎、欸，这边就有黑啊，又黑了哎、欸，哇，难怪哦、喔，比刀子还好，比刀子还好。这里是什么？对，就是老师，你可以抓耳朵血管，耳朵血管哦、喔，周遭的周围神经血管，是是是，哇，冒着一种油的素颜来直播，有一点聪明啊。聪目明了，对啊，老师，那我们上次你有讲说这个眼睛对不对啊、哦？眼睛我们要怎么自己抓？婉婷老师，你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吗？眼睛对对对对，抓好啊，我们就会这样子，哦、然后你看抓的这边就您可以照镜子，我可以照镜子，一定要学哦，一定要来报名哦，有点有肿了，而且我们翻看，就是有抓跟没抓的的样子，高低不一样，放松，脸放松。好，微笑，嘴角是这边比较高，要自己抓来看，自己抓，自己抓是不是？哎、欸，这真的整个热起来，你看，好老师，你只要知道方法就可以自己抓，对对对，但是我还是需要老师抓，快点，我们还是需要，可是老师，我们这个来看一下，不用手术刀的，那老师授课是，我想问一下，授课是你们三位。Fendi、香奈儿跟 Gucci 来帮我们授课吗？怎么会是香奈儿来？不是嘞、来来，你也给我穿香奈儿。没有，好，老师，请问一下，就是你们来授课吗？就是这个学会，我是负责这个学科理论，然后他负责术课的监督，术课的那个指导，然后他是我们在教学的班长职位。Oh, OK， 所以三位都会到，对不对？我们的教学很有品质哦，我们一个助教要雇两个学生哦， 所以我们要保证把他教会。
所以我们这次的初阶班虽然只有教肩颈，可是肩颈多重要，你看现在人你感冒也会肩颈僵硬，对对 对, 对, 对，头痛也会，睡不好也会，落枕也会，什么都来了。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好紧哦，这里颈部的血管如果通的话，你就不怕那个血块或血栓往上跑到脑血管了，对对，减少中风的机会。对，像刚刚那个婉玲在抓我的时候，他就说我的那个颈部都堵住了，接近中风的那个程度了。其实人的颈子其实是要软的，就是因为你刚才有叫我说你转右边左边试试看，对不对？对对，哇，你这样子一边跟我聊天，还可以抓出一个尖下巴耶，你看学会抓痧多好。我们感觉在实在，我们感觉在做一种仪式，对，精油来，对，这个是单方的精油嘛？是精油呢，我教大家老师讲一下，单方精油会不会因为刺激性太强不能用？对，所以我教大家就是要这样吸，一次，对啊，第二次搓热，搓热。那描述一下这个动作，描述一下，来搓热。我们讲一下哈，就是我们把它放在手掌心，对不对？对，搓搓搓，看得听得到声音，搓热，然后呢，闻吸，这有薄荷味，吸，然后再吸第二次，吸两次，再吸第三次，吸深一点。有没有吸到鼻中隔？不是，我已经吸到眼睛了。对，怎么吸到天灵盖了？好，对，我解释一下，这个叫这个就是气体。你吸了以后呢，它从你这个鼻子的纤毛，我们鼻子的纤毛有数以万根的这些神经，然后冲到脑门了。对，这个会把我们的这个结构分子呢往上到我们的脑部周围神经，然后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吸的不够深，跑完全身，其实精油最慢七分钟就离开你身体了，所以不用怕它会完全不用残留，但是要前提是要纯的，纯的对不对？对，然后没有加植物油的纯精油。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是就不用怕说什么啊很刺激啊，你要加什么基底油啊这些东西。要看像肉桂这种新香料的真的要注意，因为它会产热，它会发热，就是有些精油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品种跟它的产地。老师，我现在用这个冲到我的天灵盖跟后脑勺的是什么？很舒服。对，胡椒薄荷。胡椒薄荷，你看啊、只要你感冒，胡椒薄荷一定要买。疫情期间很多人就是确诊嘛，对，或是打了疫苗不舒服嘛，是，那他就会用胡椒薄荷跟绿花白千层，就是这样吸，因为你不出门，你隔离在家里面，他就滴在口罩这样戴着，然后他就觉得很舒服，也没有吃药，就觉得对身体帮助很大。那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就是觉得说睡眠障碍的很多，对，如果说我们这样子自己学会自己保健自己抓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了？像就是睡眠不好的人很多，很多的瑜伽老师或者是一些医生啊，或者是一些专家，各行各派的专家都会说，你要放松啊，或者是你要听一些什么睡前音乐呀、心灵音乐，或者是说吃个安眠药、镇定剂之类，反正就是辅助你怎么样可以睡得好。那我们抓伤呢，就是你把肩颈放松，抓会松了，你比做什么都好。是啊，对啊，对对，你根本不用在那拉筋了，或者那边做什么睡前的什么那些操练都不用，你就是。听说老师你的书卖了很多了，对不对？啊，我们要先，首先我们这次会认识老师是要认识，就是说感谢出版社，好，然后老师出了这本书，然后里面又有很多图解，让我们知道说，啊，抓出病因，听沙说话。是因为还没抓头，还没有抓太清楚，记忆力还不是太好。健康之旅就从抓痧开始。对，抓痧呀，哦，我再重复一下，抓痧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抓出痧，这个痧就毒素就抓出来嘛。第二个呢，抓痧的同时，出痧的同时，我们的汗腺会扩泄。哦，就是、我一直在出水耶。对，就会是出汗水。然后第三个呢，你里面的气、燥气、热气、寒气，这些气都会跟着出来。哎，对，湿气，像有时候你一直都，你会觉得说我都没有流汗。那怎么可能会有湿气？有，因为我们人体每个人一天要排出500cc 的皮下的水，要从汗腺排出来，很少人都排不出来，因为怕热嘛，然后就躲在冷气房不排。对不对？它是要排，要代谢，这样的哈，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呢，你情绪所受的伤，有的爱生气，他说为什么我爱生气？我也没办法、啊，可是我就受不了。那我就说来抓痧，因为你心火太旺了，我们把那个旺卸掉，抓掉，丢，你就比较不会生气。真的有效，自然而然，你的肝火不会那么旺。对，然后还有呢，你因为常常生气或常常忧伤，你所形成的瘀，
郁闷那个郁、啊、对那些郁气呢会锁在你的肝或心心脏跟肝脏这些也可以让我们抓它把它把这个郁给抓掉我跟你讲很欧祖的人一定要来学是是是然後是不是就是欧祖的你可以教别人、哦、你可以抓别人也可以抓自己好那5月8号5月23号可以到协